为因度者乃见须弥入戒之中，就是说这个有两种人可以看得见，一种不可思议的解脱的活菩萨，他知道须弥山已经进入这个芝麻里面了。另外呢，如果你能够看得到的，是将来你会得到，你会证到了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人，他可以看得到，其他的人看不到，其他的一切都看不到，包括四天王，包括倒立天王，他们都看不到，这个就很不可思议了，对不对？像我简单现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听，像全世界上都有很多人看到卢师尊的法身，有很多人看得到，但是有很多人也不知道。那我现在就举一个例子，这个红师姐，这个红素清啊，红师姐，你把口罩拿起来，你在离开台湾的时候，你在离开台湾的时候，你要上飞机到西雅图来，那个时候你看见什么？我看见很清澈蓝色的虚空，虚空中有白云朵朵，然后布满虚空，每一朵白云都发出金色的光，之后金色那个白云变成一只只的天鹅，白鹅变成白鹅在，白鹅对，在蓝色的虚空上飞翔，然后之后又回复清澈的蓝色天空，然后之后出现师尊放大光明跟我讲，就是祝我吉祥如意，然后去西雅图一切顺利。好，那请坐。他看见的是白鹅，白云变成白鹅，然后白鹅不见了，就看到师尊出现。我告诉你，为什么会出现白鹅？那时候的卢师尊呢，他就是大梵天王，因为大梵天王的宠物就是白鹅。如果白云呢变成了达鲁达，那么显现出来的那是韦斯奴，如果白云呢变成了白色的牛，显现出来的它就是希望大自在天、大梵天，
在印度教里面谈到恒河的水是从大梵天的嘴里流出来的，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叫做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我能够知道洪树清他可以有天眼可以看得见，我们现在这里有韩仪可以看得见，有洪树清可以看得见，我现在问你，卢师尊的法身你从看见到现在已经多久了？多久了？好几年了。啊？好几年了。多少年了？大概有三四年左右。三四年。对。三四年。白天也在吗？也在。晚上也在吗？晚上也在。洗澡也在吗？不敢乱想，还是在的、啊、还是在的，但不敢乱想。你讲什么？就一个念头，师尊就出现了。Yeah， 24小时都在吗？都在。24小时都在，这不只是他讲的，新加坡的那个凯丽师姐他也是24小时都在，另外他的妹妹嘉欣师姐，嘉欣师姐24小时都在。还有 Morgan 在哪里？哎，这次没有在踩雷。你有听到我跟你我的声音吗？跟你讲什么？有，师尊就很严肃冷冷的声音问我一句，你还有烦恼吗？问你说你还有烦恼吗？然后我的烦恼就消失了。另外你有朋友也看到法身吗？是。你有两个朋友是吗？有。两个朋友都看到法身。对。你的那个两个朋友都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两个都是男的。所以并不是女生才看得到。他的两个朋友都是男的。一个叫什么名字？一个叫曹如意。另外一个我只好像都叫他英文名字叫 Eason， 他在桃园，他曾经小时候的梦师尊有写在书里面过。哦、oh, OK。 被师尊打耳光，结果第二天口疾就好的那个小孩。哦、好的，那个你把那个结婚喜宴的事情你跟大家讲一遍。哦，有点长，基本上就是你就长话短说。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就是这位医生师兄结婚的那天，结果看到师尊法身的不是师尊的弟子，是一位中外的人士。那他会注意到的是原因是因为就看到一个穿着喇嘛装的和尚在同门的那一桌和主桌一直轮流的坐，他就注意到了这位光头的和尚。那他说他特别注意到一件事，奇怪，每次有那个和尚坐在那个桌呢，那一桌就是满满的十个人，不多也不少。然后呢他就去问主桌的这个家长说，哎，你们今天很特别哦，
小孩子婚礼还请了和尚来。他说和尚有一位真佛宗代法的上师，和尚没有哎。他说怎么会没有，我一直有看到这样子一个人。那他就觉得他，然后那位这位家里的朋友呢，看到师尊还有跟师尊微笑打招呼，那个法身还打招呼挥手，他说他完全100%确认这是一个活的人这样子。然后后来开始敬酒，新郎新娘跟他父母开始敬酒，到了那个同门那一桌，他的妈妈就问说，哎，你说有一个光头的法师哪一在哪里啊，我们一直问了半天不知道有这个人，你讲出来啊，是不是我们缺了礼数要跟法师打个招呼。他说，哎，我整个晚上都看到，就你们开始敬酒来我们这一桌，我现在找一找没看到。然后结婚完以后没多久呢，这个一神师兄就到大陆去出差了。那这出差的时间呢，这位看到师尊法身的外人就到他们家里去做客，一进房子，台湾的坛城好像都是放在客厅里面的，然后呢师尊的照片就在上面，然后那个人就说，哎，就是他啦，我跟你讲说那个明明就有一个光头的法师，就是这个人。那这个一神师兄的妈妈就说，开什么玩笑，那是我们师尊呢，他多忙，怎么可能来参加婚礼，而且那个时候师尊已经五月多回西雅图了啦，他说你看花了吧，怎么可能。那等到一神师兄出差回来，他妈妈跟他讲这件事，他才突然想起一件往事，二月多在台雷的圣乐金刚的法会上，他心里因为要结婚了，心里想了一件事，说好想请师尊来我的婚礼，他就写了一封信跟请柬，然后在你八点摸顶的时候就传给师尊，师尊什么话也没有说，笑一笑就给了隔壁的侍者上师。他心里想说，哎呦，是不是我造次了，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他心里也心安了，他说反正我就想请师尊来，师尊不会来，绝对不会来的，他也不放在心上。结果后来师尊去了，而且还在各种桌坐来坐去，而且是个外人看到，然后看到师尊的照片，隔几天才说就是他，我那天看到的人就是他，那位和尚这样子。好，谢谢。这个就是不可思议，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啊！不可思议就是说，你现在法身到处都有，这也是不可思议啊！你人在西雅图，我并没有离开啊，但是世界各国都有人看到。而且是有的是24小时在一起，这个就是可以讲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讲，佛菩萨有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须弥山那么大，就进到那么小的芝麻里面，在西明山周围的四天王跟山顶的刀立天都没有这种感觉，他已经进到那个芝麻里面了。唯因度者乃见西弥入戒之中，你有两种人，第一个佛菩萨知道，第二个你应该将来会修正的人他知道，修行将来也会证到这个境界的人他知道。这个就是住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他跟这个舍利弗讲了。